书生二十八岁大寿。看你后面。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在做礼物给你们，这全部手工制作，所以我们第一站要去哪里哦？带我去按摩啊！我是带多拉去按摩。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二十五周年 ，Jelly Cat， 再来自己看。难道是去看动物？还一口一口吃的哎！哇，很贵的哈！耶！谢谢老板送我的生日礼物。今天。Hi guys, someone celebrating birthday tonight.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大姐。Email, hang on.今天是我们书生二十八岁大寿，送你的第一份礼物就是帮你拍 vlog。那不给我化妆？没得化妆，打我们去东西不给化妆。哦。哎，打你看你后面。这是永杰送给你的蛋糕。Oh my god！ 超级可爱的，我觉得。哇哇！这个蛋糕我觉得超有心啊，而且颜色很好看。挺好看的，这是永杰的美感呢。我觉得终于有美感了。哇，开心哎！先吃没？没有啦，放冰箱啊。OK， 各位，我又被拐卖啊！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原本苏在这边拍 vlog 了哈，他讲他要忙，我就逼他拍一支，记录一下你二十八岁生活。你要很无聊会吗？不懂哦，有拍东西不错了。无聊不无聊没关系嘛，就是记录生活嘛。你也对啦。你要跟大家解释你在做什么？大家看不到，我很热。大家生日一直要忙哦。给你们看我带的这整袋，这整袋东西，这里。Hello， 我在做礼物给你们，讲出来有点不好意思。看，叮叮，这全部手工制作，我要做100个，我会在你们看影片的时候应该是已经过了，我会在我们 event 当天呢，然后邀请大家来跟我一起玩，然后就会送这个东西给你们，送100个而已。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做超出100个，我还在摸索一下。如果可以做多的话更好。各位，你看到这影片应该没机会了，已经过了。可是我还没有 announce 啊，可能还没有机会耶。所以我们第一站要去哪里哦？去儿子哦。没有一个让我心里准备的地方。有吗？给你们看，有黄色、粉红色跟蓝色，这些都是要做收口的时候才做的。粉红色跟蓝色，可爱哦！这是突然想要做的，我好像上个礼拜才决定要。错了，是我帮你想到的。这个是我要做的哎。我讲你的生日 party 是我想到的。好啦好啦好啦。因为那时候书生想他办生日要做什么嘛，我就跟他讲，反正其实没有想要办生日，自己有办活动哦，然后不如就跟喜欢的人见面啦。然后书生就讲来地庙活动找他生日的人，他就讲他想要手工做一些东西给他们，所以他现在就在做住。甚至腾出这一天，我都觉得奢侈。没有这样夸张哦。幸好我的团队够给力啊！看。加一个球，你们看得到吗？你们还看不到。球，这是超级容易的，我觉得一定会长东西这里，因为这个速度要快的话。那个叫长茧啊。是吧？就是茧啊。而且我速度超快的。哎，等一下，我们这里没有送西的，你先不要送西，那十五分钟可以吃。哦，拜拜，我吃东西。好的，生日餐是蹦蹦高高，我们已经连续一个礼拜吃了5天早餐了。事实证明，烤面包加花生，还有 Milo 是不会错的。我跟你讲啊，本国高高，如果你有看我 vlog， 我真的很想跟你 complain， 你的袋子一直出那个黑色的屑屑，真的很烦。我最爱他们家的 peanut butter， 我真的可以吃很多天。我可以猜你带我去哪里啊？可以啊。带我去按摩啊。不是带你，听我讲，我是带多拉去按摩。各位看头发，多拉，你再晒黑一点，感觉像。我也很丑哎，我现在。我没讲多拉丑。我讲我，我怎么不要给我化妆？你看我在擦那个口。喂，哥哥你好，我跟你讲。你补纯色已经没用了，书生。你只是有纯色的多拉。有纯色的多了。嗯，家最近不可以素颜呢，我觉得。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哆啦 A 梦 Happy birthday to you。哆啦 A 梦就算了，带我去按摩啊。
wellness 要去取那个名字，看着按摩，不取名字的。什么？土耳其裔啊，可以全身空空的。我去知道哦。今天安排了几个行程给你？但是打三个行程，你有二选一。但是你还是要补一个 trip 哦。什么 trip？ 出国 trip。算了。什么？我没有时间出国。下个月可以应急一个啦。下个月我们很忙哎，我们下个月要考潜水哦，我要去台湾，可以考虑一下海业委。这样我自己 solo trip 吗？嗯，这样也好啊，好不用给钱。本身 solo trip 我要给钱的。礼物的话要啦。啊，在一起这么久了，讲究一下啦，那礼物算了啊。哎，我送你两个礼物好啊。那不算。昨天买给他的25周年 Jelly Cat， 这边自己看，我们都还有 CY。旁边是 SS， 然后他的第一份礼物是阿洛 SS， 这是第二份，我希望第二份就可以收工哦。你知道为什么我选这一只吗？除了它特别一点之外，它身上全部都是我的幸运色，蓝色、橘色、紫色，然后蓝色、绿色、紫色，黄色不是我的幸运色啦。然后对抗世界的决定，就这样了。所以我选它，因为它是我的幸运色。然后这个呢，就是放在车上的。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叫你送吗？因为不会中满圈。对，没有，我刚一想，如果中满圈，你一定谢我。不可能。到了，我到手了，累死了。CYSS， 各位，我真的是疯了。我带什么？带上带下，带要做的东西，就是没有带到我的电话。这我可以这样笨啊？是，我也觉得很笨。手机这样重要，才每次给你们拿。手机对我来讲，这不是第一次啊，这很多次啊。手机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来到，请问有预约吗？有。喊的什么名字？喜欢。好，你这样很厉害，这样的。很香哎。今天的生日的话，就带来养生。来养生放松，那我也可以顺便养生放松。你是借机自己想做，然后？哎呀，毕竟你忙地方，我们筹备了半年，让你舒服一下。这个药浴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去排的比较好一点啊。是可以根据你们能够承受的力度、深深度去做调节的。可是呢，最常见的话呢是红跟白。那红的话呢是热气来的，那白的话呢是比较虚、比较弱的。应该是白啊。这么快就定了你？OK， 我们现在要泡药浴，嘿嘿。之后养生浴啊。等一下再拍一个画面给你们看。好，现在脱光光。要烧焦了？啊，很烫，我不喜欢太烫。变成手蛋了。啊，好舒服哦。啊，舒服，不用担心哈，我要穿内衣，那个一次性那种保护的内衣。舒服吗？舒服，还给一些小零食、糖果，还有茶。啊，舒服，再见各位。我们泡好了。面诊怎么样？这面诊哇，白里透红，真是有病了、啊。这是我的生日礼物。他明明是借着我的生日，哎，看，享受。好，我休息。哇，这个血都看到。这边的话呢，给你们看一下，不是你们今天拍照面诊。我跟你说，这边你就是有点白。对，怎么看？白是不好噻。白其实不好。就是要一点红红。粉嫩色是最好，跟肤色也是最好的。那白的话呢，其实会比较来说的话哦，是这应该是应该是蛮舒服的。对，是。那你会很烫，对不对？对，我会觉得很烫。是，因为他的身体比较热气，所以你会觉得比较烫一些的。对。然后他的身体比较寒，所以下水会比较是舒服的那种。这是我们的手脚啊，容易冰冷。就是晚上的话呢，做了运动的话呢，你们会发现哦，可能会比较难睡。怎么样？鼻梁很红。所以这边鼻梁的位置的话呢，是比较偏热气啦。就是来讲的话，是会比较急，心肝会比较急，做东西很快的，然后容易发脾气，所以说他很容易生气。有人怎么帮我讲话了？这个脸颊还算不错的，然后是大小肠的地方，就是你们吃的食物其实还有照顾。这是我们的子宫，你会看到哦，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的颜色会比较不一样，这边有点青了，对吗？这是子宫会比较好。那这边有更推荐的话，你可以拿完镜之后，你喝一些红枣。一些霸粉，然后你给他慢慢补充气血，很比较 OK。哦，我们现在要按摩了，在隔壁嗨一下可以吗？看到吗？来按摩。谢谢
换角度好饿。对，我们现在要去妈妈吃一个小小的午餐。这家妈妈蛮好吃哦。真的，很喜欢吃它的咖喱。有点蛮舒服。老板，下一个地点是去哪里？这个地方呢，是你想要去，但是我们还没去过的地方。难道是去看动物？哇，就给我猜中啊！卡皮巴拉 ，Oh my god， 中啊！不懂，这就是中啊！你不是讲了两个选择吗？哦，另外一个是去玩那个，所以就是没有选择，没有选择。斜坡的车什么意思？不是有一个很多玩 skyline 那个你应该好，我觉得你应该比较想选看动物。我太了解你了，是我了解你，太了解你了，拿捏。刚刚我的寿星佛生气，他讲我明明讲要帮他拍 vlog， 可是拿姿势没人多。你自己讲啊。是是是，我没有拿很多，所以我先拿住哦。哇，你现在很漂亮呢。Hola， Oh, it's Hola。哎，不了，是这样的吗？开心吗？要去看你的水豚了。因为上一次我家人他们一看到苏生米看时，就觉得很可惜，所以这次带来看。耶、yeah, ，I love 一切的动物。我说的就是这个 Jasper。好呀。要 Jasper 还是 Cats 还是 Dogs？ 哇，每个不同价钱的。啊？他们 package 啊 ？Oh my god！ 应该翻吧？哈，哇哇哇，很贵的神牛68块。嗯？我问号。嗯？啊？翻吗？翻比较多。Dog 有什么？这里有 Dog。他在讲自己，哇，很臭，等一下很臭，来什么东西？很可爱啊！这什么来的？这什么动物？你看，你看，进去也不要动哎。可以进去了没？不可以啦，要站住，像企鹅嘞。哎，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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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嘞好嘞。嗯，想摸它哎。哎，珊珊，你看珊，哎呦呦呦，哎呦，哎 ，hello hello， 你不要给它咬一点。用力的要跟我们打招呼哎！这个画面好像一个画面，哈哈哈！看那个画面，孩子在跳，他是按钮一样。你出不来的孩子，哎呀，很可爱耶！哎呀，还在爬。我想刮肚子哎！呦呦，你看手那边很尖呀手。它很好动哎，它是蚁人。哇，这边很多刺哎，这个这看起来比较恐怖耶，这个。他们知道去哪里可以跟我们互动吗？是吗？我全部来找你啊，师生。这个比较笨，又不会上来耶。嗯。看那个变色很恐怖。咦，你在看哪一个？看那个。你看这个哈、啊，很恐怖。哇，很大只壁虎，很恐怖。哇，这个也是狗哎，绿色的。这个大只。哎呦，哇，像恐龙一样。这个看得到没？拉杆拉杆。哇，这个很肥耶，这个。我想摸。对吧？那个羊跑出来。哎，怎么那个羊给出来了？去摸啊，主人，可爱嘞！哟，去摸啊，它不咬你啊，去摸、啊。你看主人要摸又不敢摸，然后你看旁边，哇，这个草泥马很美哦。嗨，可以先给它摸。OK， 弟弟摸是安全的。哇，吐完口水。到你了，主人。你看，别别别别，弟弟的摸，可以到你摸啊。你这样子还有些东西吃不了的，你要摸头。你手拿高，手拿高。那我看，摸摸看就可以了。你看，它吓到了。它蛮可爱。哇，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哇，可爱啊，看来有。快摸，快摸，快摸。去摸了呀！不要摸了。哇，师生发脾气哦，师生不要讲讲，不要摸啊！哇，一顶头！哇，那个鹅够大只哦！哇，你看这些鸭子跟鹅。哦，原来是你在吵。啥鸭子啊？都全部这样吵。妈咪吧。哇，这小鸡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很小吧？嘞。它不是鸡，它是鸭子。是鸭子呗。嗯。牵手。哦哦哦。
这个人不懂鸭子长什么样。变啦。这个真的很大一只，还有怪吗？这个，哎，什么怪呀？这个怪呀，有点担心哎，我先盖到盖到手，架过来，过来过来。可怕了，怕捉我。等一下，等。你看他们的员工跟那个羊在玩，好可爱，像狗一样那个羊。太可爱了！哎呦，这是绵羊哎。书生现在要洗手去摸碰什么动物了？没有，书生生日礼物哦，去喂他们吧。哇，书生不要踩死啊，书生。我没有。小心哦，一踩就脆哦。哇，这个地方很特别，很奇妙。这叫啥？哦，会咬人吗？会。哦，会有。你讲得很镇定，让我担心了一下。哇，可爱嘞！这些在我脚下，有点东西吃是吧？哎，不要咬我裤子。我想抱，我都不敢。哇，妹妹抱给你看了。我先等一下。你们那个大只的是不能抱，是不是？它太重了。哦，你抱得很轻松。嗯，妹妹，好像当玩具一样。一口一口吃的，不像别人会抢走，他一口一口吃。这个很乖，每个人咬了就走了，他咬一口一口吃。你看，哇，有妹妹教我们怎么样喂这个东西，看超可爱的。他们今天只顾着吃东西啊，不咬了。看，哎呦呦，怎么跳了一黑字起来？要看特写啊。哦，特写来了。可以摸呀，这个超级软的。啊，真的耶。小只好像比较好摸，这好像水豚哦。对对，这是纯水豚色。水豚在这里。哇，你在喂这个最温柔了。你们看书生的小孩子这样，跟一群妹妹们一起在摸动物。这两只难道是想出来？书生还被咬了。我那边吵架那边。他们在抢那一根胡萝卜，很可爱的。书生唱歌了，那边也有。Flashy， 哎啦啦啦啦，哎可以进去是吧？是。问好，我的马瘦啊。哦。哦。阿刚吉吉啦，吉吉，打打打。Safe 啊 ，safe。OK safe。You can go inside。Can touch。Can。哦，可以动哎喂。哈哈，阿跑比你还快。哇，很大一只哎！你们看，书生不会动啊。咦，还能尿更多？他像阿伯一样的吗？你要去动啊！爸爸，不不不不不不不摸头啊，头可以摸的。哇，很乖的哈。咦，你要摸头？他口渴、啊。他不要摸很软，你摸。哇，很好摸。走吧，很大只的卡比巴拉，是这样大只的卡比巴拉。嗯，这我们第一次看真人呢。要买吗？买哦。你们看那个肥肥卡比巴拉吗？也可以进去的。书生的表演时刻。耶！
很可爱的，他们三个，他们很有脾气哦。哇，还要喂到嘴巴才吃的他们。很大一只哦，真的是。哦哟。你要跟上他们呢？哎，他们看你跑掉。继续疯是吧？哦哟哟。哇，他们蛮怕人家的。他们没有跟我互动哎。咬不下嘴声，咬不下嘴。他完全没有动静。哇，很大只哦，这一只。超可爱的，这一只好开心啊！开心吗？开心啊！是不是就这么容易带？对啊，就是容易带，容易满足。对，太好了，我很好养的。要去买哈士奇吗？去观赏。不是我要的，你买给我吗？我要的是拉布布。你不要是拉布布，拉布布跟那个 Justina 一样啊，这么大的啊。没有 ，Justina 是这样。学人家。那我笑，我觉得很可爱啊。看一下生日的人有没有一个先。谁生日？我。今天。生日快乐！谢谢。我在帮你问谁问。什么伞？啊，看到后面的字母就不行。G， 猜到。最后一个给我抽到啊！你不是来不及吓死我。对啊，最后一个闪。我一个。那是什么啊 ？G？ 是啊。购物袋。收纳袋。收纳袋。环保袋。好了，再抽多一个啦。OK。那个帮我抽。OK。好，抽两个就好，真的不可以太过分，跟你们一起开。还是这个？可以。OK。嗯，收到了这个跟那个灯。那个、哇，我也很想要哎，这个露营车也很想要哎。哇，谁抽到的哦？我要露营车。你拍到我店吗？这样子是有拍到啊。真的吗？收到我就送你礼物。啊？他今天生日。对。可以送哪个？为什么送你的礼物？太过分，你很过分。还有啊，我真的要打 A 啊。我们要中什么？我们要中露营车。其实露营车跟那个收纳筐也 OK， 一直也不错，一直也好。可以一起看。OK OK。不要再举。哦。F F。哎。好了，不要吵了。OK 啊，至少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哎，等一下 ，F 是什么？啊 ，F 是都是来的。哦，好。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到。你一气都不要去。那一个博主博比的，然后。我很想要拿这个面膜的，可是它的大隐藏版这个，我觉得这个最可爱呀。我要拿这个面膜的，面膜的阿弥陀佛。不是。佛祖吃饭，这是什么？佛系吃点。哎，没有面膜，我想要面膜。可恶！看那个人疯了，这个人。拿了一整箱，没办法，我要救你一下，只能这样子。跟 A 三有什么差 啊？你是抽到完才给拿哦？不是，他跟 A 三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啊。那伞是亮面的，普通伞是只是普通的那种。哦，天啊！我有生日礼物哎。是哎，这个很厉害的这东西。这个很多人在猜，在猜。谢谢老板送我的生日礼物。JB 人给你的爱啊。老板是 JB 人啊。啊，同乡，同乡，谢谢。喂，这样每一个包装，其实每一个都很好看的，这个没有理由不好看的。哦，喂，这个颜色，哇，呀，可爱。喂，最美颜色，现在我觉得粉色比较美了。这个应该这个。对。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要挂这里。跟我掉丝了。Oh my god！ Oh my god！ 太适合了。谢谢老板，我会叫蔡长勇再消费了。我的包包又天衣哦。我们现在回到车上了。答应我啊。嗯。不可以看那个 map 去哪里啊？不要看。OK， 哇，还有这样子的啊！你又讲我那个地方我不懂了，我刚问他，这个地方我会懂的吗？是你不要看，不要看，这个地方不错，真的不错，是几不错？你应该会想到。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地方没？不知道。这样怎么还？不要看哪名字，一看找去哪里。什么东西？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这是惊喜。OK，
那我有点期待，因为我现在好饿。七夕做礼物，其实我决定做这个礼物的时候，一开始哦，我没有什么担心的，可是后来我就很担心啊，我担心你们到底会不会喜欢这个礼物。你觉得呢？很可怕耶，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对手工这个执念跟我一样，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手工的。那你觉得他们会喜欢吗？ OK 啦， OK 啦，就是有可能不喜欢，哎呀，反正喜欢的人就找我拿就好了，没有关系的，我有我的诚意就好了。因为现在人很多都是送很贵的礼物啊， giveaway 啊，抽奖啊，所以我在想我这种礼物哦，有人喜欢耶。就每次我收到别人送的手做礼物哦，我就很开心很珍惜。你要面对镜头 OK， 可爱。等我厉害一点哦，我要去学那个什么针织。有一次有一个粉丝在 Inning， 我很记得哇，我看到说那个礼物哦，我真的是要流眼泪啊。他做了一个 D 的针织的，哇，我真的是很感动。那个真的是出门我都不想带他出来，因为我觉得他会被弄肮脏，然后有好几次真的是好几次跌掉，我很心痛，所以我这次都把它收藏在家里。我觉得我也可以跟你一样哦，有一个玩偶收纳柜，只是放我的东西，可是我都没有像你这样整齐，你的都很一致系列的。是，我只是因为可爱然后才弄的。哇，这个跟我的 Jelly Cat 一样颜色耶，这个蓝色。我刚超不要脸了，不懂你有没有听到，有一个观众来找我合照，哇，应该是忘记是我生日哦。最后他走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讲生日快乐吗？可是我没有录起来，不知道会带我去啥呢。我真的很乖哦，我真的没有看哦。这本是来到这边，它是很多国籍的产品。是哦，我都猜不到到底是哪一间。我会喜欢的哈、啊、你应该会喜欢。辣吗？应该辣哦。泰式咯，直走直走去对面。泰，你看你先直走先。我跟你讲，我刚刚就问他是不是泰了。哎呀，左边，哇，到了。印度，对啊，印度餐啊。哦，没有想到吧？走啊，到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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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印度餐哦，是我看到 online 很分析一下，你看它那个门口。我有点小意外，居然带我吃印度餐，虽然我是真的是蛮喜欢。这个应该是高级印度餐，我要辣的。这你会选印度餐？因为最近我吃印度餐，我觉得蛮好吃，然后想说这一间，不妨来 try 一下喽。Can I have one vegan chicken? Can I have chicken? Yes, look spicy. This one spicy? Do you have the most spicy one? Do you want more spicy?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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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spicy. She can eat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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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spicy. Okay, okay. I can, but he can't. Today is her birthday.Can I have your birthday song? Yeah, yeah. Okay, yeah. I have a very loud one. Yeah. 这有请祝福。Thank you, love you. 这有请祝福。有有，所以我才来这间的。现在还要介绍我一些饮料。哦。Which one is Indian local drinks? Oh, local. We want local. Cookies and that. Is it sweet? No, spicy. Spicy? Really? Spicy drinks?No kidding? No kidding, this is a spicy drink. This one? Ah? Yeah, the number last one. Okay, give me this one. Inside we put in the green chili. Oh, green chili inside the drinks. Oh, wow. Okay, I try. You order a normal one. You write the drink? Yeah, that's normal. Really? Yeah, we try. Every India like? Like 50% people. Oh, okay, okay. Where's the chili?Inside already, and one chili. Oh, 真的有 chili? Oh, this one is chili. Oh.如果你不够辣，你就要吃这个chili。I drink first. Okay, okay. 哇，辣的。Spicy. Oh my goodness. The drink is spicy. 好喝吗 ？Okay, right. Quite special. Something different. Try. Very special. 哎 ？Spicy and sweet.好像在喝什么东西这样。Oh, you can mix. Oh. 蛮好喝的嘞。是。嗯。但是还是怪怪的。对。它一个很特别的味道。
只是我们不习惯。如果从小喝，应该会习惯。这是鸡，这个是 crown。其他的食物不贵啊，因为是像小份的。我也很大份哦。OK 啊，试一样菜。试试看这个鸡。厉害啊！这个鸡是鸡胸肉，好吃，嫩嫩的。哦。这个虾。他讲他这个做很辣。是吧？我可以接受啦。这是虾。它的食物真的比一般食物辣一点。我要带对的地方。哇，很烫。这个比我以前吃印度餐好吃。我来这一家好是因为哈达可以唱歌。The fish curry， 这个是 jeera rice。哇，看咖喱我觉得很好吃。是吧？很厉害。我喜欢。哇，它的咖喱哦，跟妈妈的 level 不一样哦。好吃。哇，那咖喱是那种有质感的味道，我跟我讲给你讲。我叫他清盘了，重头戏来了。他们店员很 nice 啊，还跟我聊天，什么北方的印度食物，南方印度食物，就是 very nice。我想说，原来还有粉北呀、啊。你更厉害，吃完可以做东西啊！对啊，一心多用啊，很厉害，所以没有时间是假的，时间都是以挤自己出来。She's ready. I'm ready. 哇 ，birthday！ 哇 ，chocolate。Brownie. Are you guys ready? Hey guys, someone celebrating birthday tonight. Woo! Woo! 我为他们是唱英文歌，我没有想要唱印度语。Is it the India version Happy Birthday song? This is our signature by the song. Oh, your signature here. Oh. 这里独创的一个英歌，生日歌。Oh, good. I like it. 他们都很 friendly， 还要跟我炫耀做的。好酷。开心吗？在印度餐馆过生日，人生一大体验，很特别。Happy birthday to you， 什么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苏生。我的中国都变成这样。中国当兵，所以我把他当兵还原出来。你看点照片吧。Happy birthday to you， 回答中。中国穿军装啊？我是这样啊。搞不懂，他就做这样的 template 穿给我。这皇冠为什么来了？皇冠掉了，皇冠哦。哦。皇冠来了，掉下来我才发现。对的。很像香蕉皮一样啊，皇冠来了本来是。现在是我们生日 vlog 的一环，是来看一下我们的包包。今天生日还是要工作一下，然后带你们看看一下整个环境。还有我的蛋糕还没有吃呢。我们那边看地苗进货，然后在拍照。他们来看他们的地苗，然后顺便庆祝生日。我要，我还没有许愿。哎，我要真的一个。那你们三个快帮我吹蛋糕，我的影片还没有生日歌。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苏生 ，Happy birthday to you。你要唱一次吗？哦，原来你要啊 ，OK， 再来。五六七八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苏生 ，Happy birthday to you。哎，谢谢。一秒，哎，哦。给他自己讲。OK， 哎呦，我没有讲哦，就是我帮你讲了，我帮你讲了。哇！谢谢，爱你。
么？我们台湾习俗来的。切下去，你要切下去吧。切下去。Yes, 台湾习俗哦。谢谢各位，我的 vlog 虽然讲说我生日过了两个小时啊，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了，我们的刘海都已经油到，已经闭起来了。今年的生日吧，很幸福，忙得很幸福吗？很开心，真的很忙。其实今天的 vlog 啊，可能很多索米拍了，但苏珊都一直在看手机，不然也是我在看手机。对，因为还是有很多东西要处理啊，但是是很幸福的，哈哈。真的以为，真的很开心。不，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你们结束了没有？感觉结束了？可能还有几天，不容啊。你下礼拜播啥？哦，这样应该结束了。各位，下次影片来了。下次你们趁早 ，OK？ 我当然更希望，真的是我自己的生日愿望，地喵可以越来越被更多人看到，被更多人认识。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喜欢地喵。当然，更希望可以走出马来西亚，让更多人因为他认识马来西亚。这样子就是大家可以更多人知道马来西亚是很优秀的，对，也想要把地喵想要传达信息传达给大家。对，当然我们会先做好马来西亚的部分，然后慢慢的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他们，认识到马来西亚。哇，这是我自己的，我今天看到这个东西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最近要国庆日了嘛，然后这边是我们地喵 event， 然后隔壁就是国旗哦，就是很感动很感动。今天的生日 vlog 就这样子结束啦，耶，然后明年的生日再期待一下好了，只可以。好，今天影片就在这里，你们底下一定会祝我生日快乐。OK， 我收到了，爱你们，哇，嘿嘿。